观众问说你那个内裤有什么味，我说有小味，小味呀、啊。怎么换人啊？因为我现在在做邮政员。OK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紫金邪教暂时先不登场啦。今天我们先赚一点钱，我想要买一些别的车子哦，这样子我们出门才会气派啊。看看送信到底会不会赚多少钱，赚多少钱这样子哦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来到这边看似是在里面的哟。这小缝缝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小缝缝。哦，好深里面啊，好深处。好深处，交付他这个目前呢没有马上说多少钱，所以站吧。前面应该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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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车子坏了还这样子跑？哎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暗巷摸大象，哎，暗巷不是摸乳巷吗？走喽，努力赚钱呗，看可不可以买到一台猴拉法拉利啊，或是保时捷啊。来了，敢是北中彩？今仔日无要做邪教，今仔要做这行鬼的好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呀，今仔先探景，我想要买八台车 ，Goodbye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待，我先去存个钱好了，因为我怕我身上这样子钱会危险哦。如果我等下不小心被人家撞死或怎么样的话，也是麻烦哦。我们先做一波吧，买蓝宝修旅哦，听起来也不错哟。可是我想要一台快的，因为我相信以后呢。他们在那个 Sandy Show 那边有盖了那个直线加速的赛车场嘛，所以我相信以后大家应该会蛮常在那边比改装车的，所以我想要先买一台好的车子。听他们在讲说 GTR 呢改装之后是蛮快的哦，那也有人说没改就很好开了，所以呢我们就努力的试试看吧。我从那边跳下去不会死翘翘 ，OK 了，没问题的，哈哈，这边可以当做这个。来追踪不行哎、欸！你现在工作就是要看下工作车哎、欸。好走，警察又开始在弃案了。有看到在哦 ，taxi 吓死我了，重机哦，可是重机很容易被撞死啊。先买跑车一下好了，好吧？我先做完这一份，然后等下去存钱。存完钱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 GTR 或是什么车，我们当作是一个目标这样。有，继续。到了哦，这个信超远的，卖大麻很好赚，重点是很容易被抓啊。而且我听说卖大麻呢，是你把它采完之后呢，然后卖掉啊，卖是要卖给 NPC 的呢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哦，先做完这一波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去那个看一下车子啊。看完车子之后呢，我们再试试看来卖大麻看看好了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就是打算做一些工作。哦，努力的这个买车辆，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教友呢，有着安定繁荣的生活哦，这样才行啊。人包铁是没错，但是总比你在那边开车开不快好啊，对不对 ？What's going on？ 看来是大脚车的不对啊。在救人了，在救人了！哎呦喂啊，哦，这一趟也太远了吧？他要我跑8公里，还好不是警察。是救护员啊，他们忙着救人。其实我觉得当救护员也蛮帅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都可以那个开着重机这样子，鸣笛就吹过去了。医护人员他们那个要白名单，你看。哦，在追了。那个一定是踩大马的啦。哦，你看，小龙啊啦。我得跟你讲哦，进进东东这节行李，一个来啊。想我吗？想屁啊想！我都已经变身了，你还认得我？走开，撞！我没撞到，我以为他会撞哎。你这台什么车啊？你这台安全帽啦。啊，这个没办法戴啊，这没办法戴啊！你看，你可以买这台啊，一起组一个车队。你那个是什么？这台模组车。是 BMW 的、啊、哦 ，Honda 的，嗯，等一下我再去看看。今天玩邮政员，一个人不会啊，我看你很自得其乐啊，你有车子哎、欸，车子是你的小老婆不是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一台重机，他都已经被你戳了好几个油洞了。汤哦，很烫哦，很烫哦，你这样不会掉下来啊、哦？
啊，那今天不会录 Plus？ 不会，我陪你没关系。觉得你很孤单？我不会啊，我很开心欸。哦，这边有多一个这个零检站，各位你们有看到吗？他们都有摆这种零检站。有，我要来这边送这个非常远的物件。拜拜拜拜，累了去睡。哇，好远哦，这个送的超远的呢。希望未来还可以更新农夫的职业，我又可以继续这个接载这个光头哥哥的农业大亨，好不好？哦，又来到这里了，各位，我们来到这里了，来送件的，送件的。还记得麦当吗？假开车，真卖马这样啊？还你们汤哦。我是用键盘啊，我用键盘，因为 Fiven 有很多的那个按钮要按，所以用手把呢会不太适合这样。警察有啊，警察都在市区。哎呦，恶劣的呢，好危险的，好危险的，感觉真的要买个重机比较好。就买这台啦。我等一下看一下，也要够钱啊。你这台多少钱？这台哦，给你16万。16万啊，我也不够啊。你看，哦。拖来爬，拖来爬，我没有开我的出来哦。你安尼唔通啊，唔通啊！你看，他这边都有这种零检站，其实当警察感觉是蛮不错。如果都知道有谁干嘛的话，这边都有特别的一个拦检站，然后放鸡爪钉，然后不听话的就刺破轮胎，这样也是蛮屌的哈。哟，各位，我们的基地快要到了，但是今天没有去基地。回来了，各位，我们回来喽。北中彩，嘿，多少？哇，我4200呢，没败哦。大伙都败。西夫兰。去车店。我要搭 Rolls Royce。北中彩来车店。车店。看不起我。现在满了，现在满了。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搭车就要给人家载啊。哪天他搭了就换我载他了，这样子。我们一个是白总裁，一个是黄总裁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好不好？没有坐过也要看过啊！谢谢 VAM， 有没有？他这起上来淘淘龙，各位你看我高级吧？我要来买一台重机，好看一下多少钱。好，有了，这边 ，Kawasaki Ninja H2 38万，这个 Yamaha 29万8。R1 29万8，目前只有几台而已，888万，怎么那么贵啊？250万，这台好了啦，这台比较帅，25万，然后16万这台啊，嗯，感觉这台现阶段可能比较能够买得起。那一台是我都车里面最好开的、最强的。是哦，好，我会努力存到那个钱。啊，你都没被探几啊？还啊，没差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先存钱，等一下就直上了哈，等一下就直上了。但是我们开这台比较不会被发现，对不对？哦，好的，到了啊！警察！我们去停车，去停车。哦，等一下警察就过来了，说你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来存钱啦，当个神龙的老百姓哦。没事，来存钱，我们把钱都存进去，295，29543。2943，好不好？全存了，我身上有11143。然后因为现在肚子有点饿了，我们稍微先吃个东西吧，吃个面包，吃个汉堡，不是面包。OK， 有保特瓶的。我要贩毒了，我现在就是要贩毒了。假送见真贩毒，好吧？为什么不买车比较不会死掉？哎，这你就有所不知啦，因为摩托车的机动性比较好，除非你就是不小心撞到人，或是撞到墙。对的，不然基本上呢就不太会死了。没有，等一下警察就会来找我们了，不用我们去，警察等一下就来了。对，摩托车可以乱钻小巷，没错没错。吓人呢、欸！哎，踩得很爽哦。还行啊，还行啊。要考虑拦一个。妈，这样很像樱木花道。樱木花道是红色的，这是粉红 ，pink， you know pink。Yep， 罗德曼。他应该也七彩的头发啊、哦！对了对了，也都有了。能说罗德曼代表年纪哟、哦嗯？你知道罗德曼也啊？糟糕，我怎么不能按啊？奇怪，你什么职业的？修理车。修理车不被修理，照来家里踩大马。是阿姐啊，声音听起来那么像。我不是啊。那个
要不要吃我的内裤？哈哈，这么多人，等一下一次全部被抓呀！我们背对背抱。哎，版权，不要害我。观众问说你那个内裤有什么味？我说有小威，小威呀、啊，小威。哦，你可知道我多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再一个就好，再一个就好。阿姐，好好工作，不要卖毒。哎、欸，你下来，我被再弯的中彩，下来。阿姐，你要不要开？他这边都结粉了、哦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警察来了，快走！你也藏得太隐秘了吧？我怎么在下面啊？啊？你不是开在上面吗？在那个没有开下去，那个桥的后续下。来喽来喽，报警了，后座那个报警一点，帮我标个点，安喽，各位，我们要去先。我们已经采了十个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已经采了十个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十个，那我们现在去分装打麻，把它分成两。警察真赶来啊、哦，他赶来，我们就差不多八碗了啦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好像在里，在这边啦，在这边。这个在前面。哦，这么小啊、哦！来哟来哟，各位来哟！可以狼闯来家。可以小姐的妹。喝康咯，您退去，安尼哪会使？喝康唔着紧传来，今仔日有朋自远方来。年代有点久远。这就是人在江湖啊，江湖之歌啊，跟我们稍等。都什么年代，跟你江湖？有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你全部的职业都体验完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有的这次基本在其他服我都有玩过了。我要趁机打广告 ，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内裤。内裤什么牌的内裤？什么牌的内裤？什么牌都有。子弹内裤。阿姐，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真的假的？骗你的，骗你的，骗你的！我跟你讲，你的片啊，谁跟他屌我赶快呢？你那台也太大台了吧？啊！子怡，等他那个断线了，等一下他。哎、欸，阿麦是随机找人哦、喔。你看骑摩托是不是很爽？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先找找看，我也没试过卖毒啊，没试过卖毒。像现在啊，太晚了，那个 NPC 都在睡觉了。哦，对，必杀，我带你去熬灯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敢惊走啊？哎、欸。他会啊，你下车卖给他。真的假的？他会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耶。哎、欸，你把人撞死了啦！安内啦，你看安内咩安怎？啊，今摆咱身上个违禁品，我先去边啊等你。当前就是违禁。我等一下，我知道我刚是黑卡，我身上其实有黑卡。哎、欸，我先躲起来哦，等一下再过来载你啊，孩子。哎、欸、，NPC， 咖啡，快走啊！喂。喂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来乱了哦，找一下 NPC 啊、哦，这边应该比较少人啊，晚上其实真的会出来走动的 NPC 真的有点少，我在这边稍微徘徊一下，要缴一下保护费哦，保护费哦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缴保护费？因为有关黑钱的账户都是黑手党管理，是这样哦，要收多少钱？1天5万块，哈？1天5万块？很好赚。我可是我没有5万呢、啊。我也没缴。分期付款还是吧。阿姐我帮你缴了。不要。不然。我跟你讲，来造，来造喝、啊，各位来造喝。只会造，造去多位。哎、欸，你卖的欧北港龙啦，无水准呢、欸，你安尼无水准呢、欸，无水准呢、欸，无水准呢、欸，赶来造。来造啊，来造啊啦，搁卖什么毒？进来造。进来造。快逃跑，快逃跑！哇，你死！你看，你把我车弄歹啊！真正，我跟你讲，你搁底下后背龙，我就跟你扒落。上我车啊！你到底是？你到底是变安怎？你搞讲，你来讲。我底龙，我底。你到一直底下后背龙，你是在弄啥货？你搞讲。哦，啊，路飞。跑了！哇塞，里面还有飞机，什么鬼？
生鸡呢无放鸡屎有啦，安尼啦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是安尼讲的。这嘛有人，这嘛有人，蔡西人，唱嘛唱嘛唱嘛唱，我进入废墟，我进入废墟了。白天了，糟糕了，想要跑更不能跑了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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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玩恐怖游戏哦！一出去就见到他了，吓到我了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各位，趁现在有人在乱，我们赶快跑吧！这个地方卖，靠！快走啊！快走！不要追我！不要追我！快点！快点！快走！阿姐，不要抢车，我载你。阿姐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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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真实，不真实，不真实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小车，小车。我刚从加拿大回来，不会说中文。你干什么？太尴尬，没有跟你收钱了。哦，没有，不行啊 ，Roller Play 要真实。我带你去那个。差吗？我是死去啊，看到骨头买面。不要啦，不要不要。我们该罚就要罚，好吧？看要怎么罚。快走快走，警察来，警察来了！真的太多队友了。我开这个比较多少啦？没有罚嘞。哇、哦，家伙，这棒！爹，我找你很久嘞，上火车，我带你去找你的汽车。好 ，OK OK OK。我找你找好久、哦。好啊，没办法啊，一直被人家雷来雷去的啊、哦，在这边啊。哦，我吹掉，我吹掉。感谢你的爱，阿姐，帮你撸一撸就修好了。那、啊、我修了，我再修了，我再修了。裁判交通指挥，我让路。哎呦呦呦呦呦！阿姐快走，阿姐快走，快走快走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好啦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回市区好了，这边太罪恶了，太罪恶了，这个地方太恐怖了。快走快走快走。啊，你怎么复活了？你怎么复活的？来救了他也不说话，我也没看到他，出来我就站起来了，就看到一台那个救护的摩托车。哦，所以就被救活了。你今天给他洗钱，一天要就是你要让他帮忙一些规费，一天要50000块。然后你给他洗钱，他还会抽你的成数哦。所以像我现在黑钱只有2000块，说实在的，好像这样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边这个点不错。哦，这边很多人，我可以卖了。这里很多煤啊，可以卖给煤。这里看你要卖给谁都可以。要卖煤，卖给煤啊，还要这样。这好酷哦，这种卖东西真的太酷了。哎、欸，你看完了哦。哦，唔通哦。好厉害死呢哦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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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，就是这。卖给外星人？阿姐要不要换钱？先不用，没关系。阿姐，下次一起穿内裤啊，穿内裤很清凉。这样妨碍风化、啊，我以后要当律师的呢。哦，白天了、啊，白天他们收工了，白天他们收工了。我说，如果要洗钱，要缴帮费才对了，是不是？我、哦、还蛮多的，赶快去卖一卖啊！好好卖卖，再找你啊，逃离一下气质，绕远路而已。啊、那种什么职业最正常哦？工作类型的都算正常啊，卖给这个就对了，永远不会跑票的。我这里该聋掉，要有 GTA 才可以。这个人他没兴趣。先卖一下，先卖一下。我没有。哦哦哦。卖东西也不行哦。哦，推我嘞。我这推我嘞，推我嘞啊！你推我。哎，阿杰，他先打我的，他先打我的。哎呦，这个被困在里面的，买他，买下啦，买下啦。我信用卡还有几张？我信用卡还有2张，然后大码还有3个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一趟再做完了，好，我们接下来是认真工作，因为你不认真工作，这些钱我们没办法转的话也是没有用。所以黑场如果没洗，我们拿这些脏钱基本上也没有用。我们这趟做完顶多也才120000吧。哎呦，翔哥他现在可能登不进来了。啊 ！Oh my god！
哦、oh. ，打电话。哈哈，我的天 ！Hello， 我已经帮你温暖了。谢谢。如果说真的要非常 RP 哦，就连那个红绿灯都要遵守，那你们会等到睡着。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试过说，就直接都是等红灯的，那个要非常不容易啊。你看，光等这个红灯好了，我们都可以吃个面好了。这是非官方伺服器、哦、就是你装 5 分就可以进来伺服器游玩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哦，这边哦，这边可以进哦。来喽，感谢投来，谢谢。好，你黑钱全部给我，我洗给你。好，可以。四五零。哎，不要动，接抢劫。啊？抢什么？抢劫。糟糕，被抢劫了 ！Damn it！ 感谢。关外代志，我是司机。关外代志，我清白的。离开。哎呀，我死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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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起来走！起来走！不要动！啊！这也被抓到！把黑钱交出来！我身上没有黑钱，把你身上的钱交出来。我身上怎么交 ？F 二交钱，给他500块好了，反正他还不知道。我只要1000块淘宝费而已。哦，1000块淘宝费啊，好吧，我给了，倾家荡产。好，啊，黑吃黑啊，没了。哇，来真的呢。真的，阿姐，我被抢了。你被抢是刚好而已。为什么你有枪？我刚刚都白做了，都没有了。背机关啊！哪一种最猛？百威加伏特加。哎呀，背机关啊！哎，你不是被抢劫了？喝那么烈哦！哇，感谢！金麦啊，我请你点啦。差1000块就可以。没关系，下次再买。哎，这个黑手的规费我到时候再给你，好吧？哎，我也可以直接给你。长文在缴啦。哦，长文在缴。好，干下。拆弹嘛，在缴掉。好啊，我要酒驾去警察局，说我酒驾。记得啊，那个保险要保好啊，保高一点。啊，你喝了没？喝了。使用。哦，忙了，百威再喝一下，小朋友不要学啊！哦，好忙的感觉，头晕目眩啊！你看看，哦，头昏晕脑震动啊呢！来去解下车，我无醉，哦，会晓未？哎，有版权呢、欸。未来，上古啊！三，我无醉，请你们相信我。造哇，这好快哦！呼呼，玩具啊！糟糕！厉害吧？这我卡扎阿 P 的全拢造一条的啦！这警察人都不知道，这个小禁密道。我的摩托车派，我给你派去，咱跳得水凉凉的啦。这是喝了 Vodka 跟百威这样子。我们该来坐在这边。不用勉强，我可以载你。不用勉强、欸。你不是有喝吗？为什么你不会这样？我都吸那个茶叶。我一在那里刚刚骗我说你有喝，看。他很大，我现在很难解酒。两个人蹲在这边，拜拜。你看啊，警察被干掉了，一个警察被干掉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剩下另一个跟另一个警察在对尬。好，赶快上去吧。安了，我们要下了，等一下就不会满人了。现在准备收场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 ，RP 就先玩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影片呢 ，Goodbye。Goodbye， 立刻赶跑！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，追踪我的看台。我们下次RP再见，大家拜拜。